你还想飞上去看星星，你可真厉害，你太厉害了。我真想看星星，很近很近的看。看星星可以啊，对，哎，飞得总比走得快。好，干嘛停下来？想飞天看星星啊？嗯，带你实现这个愿望哦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我真的飞天了！哈哈哈！姐姐，你看月亮，好漂亮啊，离我们好近啊。你觉得在月亮里有外星人吗？当然有了。每个星球上都生活着独一无二的外星生物，他们正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璀璨文明，我们的宇宙才会显得又神秘又伟大。那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，我肯定要去外星去开辟我们 F 集团的美妆市场。你啊，那我代表我们开普敦星第一个不欢迎你。开普敦？这就是你真实的身份啊！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就是开普敦星人，害怕了吧？嗯？那我也诚实的告诉你，其实我，哼，就是我们地球的 Superman 超人。那你厉害，你自己飞吧，去吧。我小时候就把我的翅膀折断了，不信你看，我跳下去肯定飞不起来。哎呀呀呀！哎，行，哎呀呀，哎，行，哎，行，你不用飞，我来当你翅膀，你看。那如果你当我翅膀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行，哎，真的，一定会。好，会。好，你坐下吧，你这样我飞不稳喽。坐下。翅膀，我的翅膀。翅膀。哎，我有翅膀了。翅膀，你有，飞。行。